在人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的今天，每逢婚丧嫁娶、庆生祝寿、上梁乔迁等红白喜事，农民们依旧会在村里操办流水席，款待亲朋，而非选择酒店设宴。寒冷的冬日里，骤降的气温总是让人们喜欢那种蒸腾的感觉，似乎只有在那里才能寻找到温存。洛阳冬天天寒少雨，气候干燥，所以民间膳食多用汤类，汤浓缩了洛阳美食文化之精华，也概括了这皇都古城里最接地气的饮食文化。所有的淳朴风情与传统也都留在了乡野村头的流水席中。水席这名称的由来也有不同的说法，一是它的每道菜都离不开汤汤水水，二是汤都是一道道的上，吃一道换一道，仿佛行云流水一般，故称水席。洛阳水席始于唐代，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中国迄今保留下来的历史最久远的名宴之一。除了名字的来源外，水席还有素菜荤作、八凉十六热、24道、酸辣口感、风俭游人等等特点。山珍海味固然可以，但平平淡淡的土豆萝卜却也能做出不同凡响的滋味。洛阳人把水席看成是各种宴席中的上席，以此来款待远方来客。永怀河洛间，煌煌祖宗业，古纸堆里的浮尘兴亡尽数帝王古事，只有这些行云流水般的汤席，串得起百姓千年来沉淀的市井风情与变迁历史。于此，这些汤早已不仅是一种食物，它们更像是一种文化，一种精神。这些汤食里的苦辣酸甜，在一代又一代的洛阳人传承中渐渐积淀。如今这古城繁华落尽，我们站在时间的彼端，仍可以望见其旧日里的厚重与苍凉，而留在餐桌上的这些汤食却成了最鲜活的历史。